对，现在还在整修中啊，对，九曲桥三仙台，哎、欸，对，他现在正在还在整修啦，再过一阵就可以走上去，整个绕岛一圈大概要快两个小时左右，对，有机会，就是你走到那边去，走到那边去，然后这样绕一圈，对，大概要两，就是一去一回很悠闲的走，大概两个小时左右。